让了，谁跟我上？上上上上上上上！哎，这这呀！上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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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杨大侠武功如此了得，可惜你儿子不济。我的宝贝儿子一出招，你儿子就挂彩了。是你们使大在先，还瞎说。杨公子，兵不厌诈，你怨得了谁呀？你连我儿子都对付不了，依我看，你这辈子就跟着你爹算了，要不然谁来保护你啊？岂有此理！有种的，再给我打一场。不必了，免得待会儿再劳烦你爹出手。再说呢，今天是你爹大寿，打死了你，你们叫红白是一块办呢。儿子，胖子，咱们走。走走。老爹装老虎，儿子露出了狗尾巴，不负犬子。呸呸，什么玩意儿了？不负犬子，好像更为狗。呸呸，你们请。还不够丢人吗？哼，杨师傅，告辞了，家中还有事儿、啊。你们多喝两杯再走吧。好，告辞。告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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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两杯再走吧。告辞，告辞，告辞，多两杯吧。走啊，走啊，你们全都走啊！谁稀罕你们？走走走走，全都走。误人子弟，教徒无方。哼，别生气了，老爷。该留的不留，该走的不走。真是厚脸皮，哼！老爷，哎，忍着点啊！岂有此理！打倒！你发什么脾气啊？爹，你进来干什么？滚出去！爹，先出去。娘，师父说他要走了，要走就趁早，误人子弟！哼！爹，好，你出去，先出去。他把你揍成这个样子，早就该卷铺盖走了。娘，别说你留在这里干什么？爹，滚出去！滚！爹，你进来干什么？滚出去！爹，先出去。娘，师父说他要走了，要走就趁早，误人子弟。哼，爹，好，你出去，先出去。他把你揍成这个样子，早就该卷铺盖走了。娘，别说，你留在这里干什么？爹，滚出去！滚！去呀、啊，走啊，走啊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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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别走啊，师傅，求您别走，都是我不好，您等一等，师傅，师傅，都是我不好，在外面闯了祸，惹爹生气才赶您走的，我现在求爹留住您，师傅，您别走吧，我要继续跟您学功夫，师傅，求您了，师傅，师傅，孩子，赶快起来，你们都起来。为师再也没有什么好教你的了，希望你还是另拜名师吧。师父，孩子，一定要记住，练武之人最讲究的是武德。那我走了。师父，孩子，你
你是我一生中教的徒弟，悟性最高的一个。只是你受身形所限，练外家拳很难有成就。以我之见，你最好转向内家功夫发展。内家功夫？你是说太极拳？对，太极拳是内家功夫的一种。就凭你的天资，若得名师，不难成名。师父，这是我娘让我教给您的，您收下吧。哦，不用了。您就收下吧。不用了。您就收下吧。不用了。师父，哎，娘，师父，杨夫人，您就收下他吧，就当作是阿全弟的亲弟。好吧，那你们多多保重了。不用担心，父老跟管家已经赔钱道歉，爹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你也知道你爹那个脾气，待会儿他回来一定会闹翻天的。哎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你可千万别发火啊！哎，老爷，老爷，你可千万别发火啊！老爷，老爷，
老爷请息怒，老爷请息怒啊。老爷，我没发怒，我也没发脾气，管家、哦、你帮我去拿几件衣服出来啊。你去啊，管家。是、啊、老爷，这么晚了你还要出门啊？我在这里没脸见人，我想出去散散心，可不可以呀、啊、夫人、啊、可以吗？爹，你别叫我爹。我哎，老爷，我叫你不要叫我。老爷不要啊，老爷。爹，这臭小太不求见。老爷不要见，钱儿你快走啊，你爹会打死你的呀。娘，快走啊你！这是慈母多败儿，这臭小子长得志不足，败事有余，这是个扫把星，你还护着他？他是你的儿子，我将天彪一世遗命全部都葬在他手上，你走开，走开啊！娘，夫人，你要装死啊！娘，你醒醒啊！娘，你醒醒啊！娘，你没事吧？娘，没事。娘，你醒醒啊！娘。老爷死了，我杀了我夫人。娘，然而你若别练武，好好耕田过日子，这家就让你来当了。管家，好好照顾少爷。夫人厚葬，我走了。娘，只要奶奶不信。你别走了。娘，你刚才不是死了吗？我憋气憋得好辛苦啊。如果我不装死啊，我跟你都会被你爹给拿死的。我娘没死。你看你这傻鬼子。娘没死。娘没死。这么多年的夫妻了，我还不了解他的个性吗？你是他的儿子，他一定会回来看你的。你一直有个心愿，就是要我学好武功。今天如果我功夫好一点，就不会弄成这样。都因为我不长进，孙父子。现在连爹也走了，娘，我想一个人去外面闯一闯。什么？我记得师父临走前曾经说过，我的身形应该去练那家功夫的，所以我希望去外面闯一闯，希望拜读名师，学好武功，完成爹和娘心愿，我爹也就不会再生气了。这怎么成啊？万一你发生了什么意外，你家娘怎么办呢？娘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男儿志在四方，应该去外面闯一闯。爹也希望我学好武功，他日扬眉吐气，为杨家争光。娘，您说是吧？娘，您不要送了，
你要记住，你爹常说江湖险恶，出门不易，凡事不要强出头，吃点亏也不要紧。我知道。还有，你学得成功夫也好，学不成也好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平平安安的回来，你知道吧？您不要再送了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，放心吧。娘，保重。你要多保重。请多赐教，来吧。哎呦，加油！佩服。王爷，献丑了。好功夫，本王爷倒想试一试。王爷，这怎么可以？你有什么绝招，尽管使出来。只要你赢得了一招半式，我不但不见怪，还重重有赏。谢王爷恩典，那么在下就献丑了。王爷武功高强，在下不是对手。你却照方领赏，多谢王爷。参见王爷。你们找了太极拳门的下落了没有？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小人呆子望王爷息怒。都这么多年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你叫我这口气怎么咽得下？禀王爷，曹王帮主过世，丧礼即将举行，到时各门派高手云集，我想定会查出太极拳门的下落。知道还不快去查清楚？扎进里什么坏人都有，我们还是快点投战吧，否则天一黑呀，万一上什么坏人的话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不要紧，红衣你在这儿，什么麻烦也不怕。哎呀，红衣也不是万能啊，而且走了一整天，你的肚子也饿了吧？啊，我不饿，我不饿，你这个。哎，红衣你看，你看，不用去看了啦。哎呀，天快黑了，如果不投战呢，我们就要露宿街头了呀。投战可以，不过呢，一定要在这附近的，又热闹又有东西看，你说是吗？好啊好，我们走。不要急嘛。哎，这给你。好了，给过了。该走了吧。哎，红姨你看这里好热闹哦。好了啦，没什么好看的嘛。红姨你这么紧张干嘛嘛，客栈又没有脚，他又不会跑掉，可是卖艺的呢却会走。我看我们还是看完表演再投战吧，好不好？哎，别看了啦。哎呀，当初真不应该求老爷带你出来的，这么贪玩。红姨快过来看看。上片人都可以。这位小兄弟似乎不欣赏我的隔山打牛啊。对啊，我就看不起你的隔山打牛。不是不是，都是你了。我看你是来找茬的。对不起对不起，这位师傅他不过是个孩子，什么都不懂的啊，小小的意思啊。红姨你干嘛不要说？师傅一介武夫，你要知道何谓尊严，要不是你苦苦哀求啊，我现在就揍他。哎，师傅，难得你们胸襟广阔，就此拜别了，走了。记住，今天要不是有人带你求饶的话，我绝不饶你。你说什么？还不走？走了，走。红姨，你为什么要拉着我嘛？他明明是江湖骗子，我两三下就给他打跑了。啊，我知道他是江湖骗子，但是你知不知道你爹有很多的对头啊？像那个什么张王爷的，你在这个城一时之快，要是被人家认出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又逼我学功夫，要用的时候又不让我用，那学来干什么嘛？哎呀，太极是你们家传的，如果不传给你的话，又传给谁呢？红姨，你老说这些烦不烦呢？有没有新鲜的话题啊？我不听了。好了好了，红姨知道了。你这一次呢是第一次到京城来，但是你知不知道江湖险恶，那么多的坏人，你什么都不懂，还是快点投战住下来，赶快替老爷办完的事情，我们就可以回家去了嘛。红姨，什么江湖险恶，我才不怕呢，因为有你指点，是不是？当然了，今
可能这么好玩，不如我们晚点回去吧。不成啊，侯战，走，不要这么狠心。侯战，走了，侯爷。十几个钱让我买个马鞍去吧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进城这么乱。谢谢您。来，客官，看看 啊，喜欢哪一个？谢谢，慢慢吧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我的钱包呢？你笑什么？我看你啊，不用找了。他们啊，偷了你的钱包，难道还会留在这里让你抓？可恶！小兄弟啊，我看你初来乍到，还是小心点好。京城龙蛇混杂，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老兄说的对，不过嘛，我是有备而来。这小子准给人偷光。刚才呢，大家已经看到在下的铁砂掌了。现在，在下准备向各位展示生平绝学——乌鹰腿。好家伙的，我就不信你有这么厉害。我们来会会你。哎，我们来比试，还请多多包涵，废话少说。请，请。乌鹰腿！大家有没有看清楚啊？没有。你们要是看清楚了，我就不叫无影腿了。你们要不要看清楚啊？没有。怎么样，小兄弟，再试一次啊？不。好，那我就再慢慢的试一遍，给你们看清楚。好。刚才呢，我就是这样把它踢出去的。你们有没有看清楚啊？不是钱包的，刚才那两个是小偷。小兄弟，你别着急，我帮你的忙，把他们追回来。他们是一伙的，给我回来！好啊，原来你们是串通好的，兔崽子，把钱还给我！快点，去吧你们！站住！两位兄台，你们不要多管闲事哦。
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手，原来是小偷啊！两位兄台，你们还是不要多管闲事，我这无影腿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小心为上。无影腿，哎哎哎！妈的，这是假的！照着他！哎呦喂！什么无影腿？大事为重，让他走了。哎哎，两位高手，无影腿都败给你们了，两位能不能？来了！啊！高手就是高手。啊！我的钱袋！哎呦！哎，别着急，你这么个走法，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了啦。爷，我们再玩一下子嘛。你这个样子，我下次再也不带您出来了。哎，无影，你看，哎呀，真是的，我花了多少功夫才求得你爹答应让我带你出来的，早知道你这么不听话，我才懒得理你呢。无影，你真的生气了？我当然生气了，你这么顽皮，听话一点好不好嘛？好像很好玩。走了啦。好，给我站住。给我站住！你们两个给我站住！我已经够倒霉的了，就算这几文钱，你还要偷啊！给我站住！这个好玩，这个也好玩，下回这个好玩了。别碰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冒失，真是冒失！姑奶奶，行行好，不给。红姨，给嘛给嘛，就给他不给，给嘛，一个一个来啊、哦，你一个。你们给完了没有？哎哎，干什么？偷钱！姑奶奶大人大量，放过小的吧。哇，滚开！放胆子，你敢偷我的钱？哎、好了啦，你不要闹了嘛。红姨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打他嘛？打什么？京城里面龙蛇混杂的，你是怕那个小子还有同党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同党，但是我们初来乍到的，可不要树敌太多。嗯，我明白了，红姨果然是老家伙，佩服佩服。你佩服啊？那也听话了。嗯，别闹了啦，快走，还要再玩一下嘛。走啊，红姨。哎，想不到曹帮郭帮主人已经死了，还那么有面子。你看，江湖好汉都来了。是啊，咱们兄弟俩多年不见，要不是因为这件事，也没机会碰上面的。是啊，来进来吧。哎，客官慢走，谢谢你。我帮你们请。怎么样，进去。又来两位，哎，您二位请坐。好嘞。您吃个什么？一壶酒。好，您稍后啊。好。来一壶酒。这里人不少啊。是。两位大哥，可以坐吗？去去去去去去。哎，各位，您吃什么？我啊。两碗阳春面。好，您请坐。哎，我听说啊，这次郭帮主的丧礼高手如云，八大门派都来了。嗨，郭帮主一向行侠仗义，人人敬仰，人死了曹帮也四分五裂。郭帮主孤儿寡妇真可怜。阳春面一碗。哎，我的我的。哎嗨，客官慢用啊。谢谢。哎，云大侠来了。哎，大家好。哎，大家好。今天难得各路英雄都在这儿啊，大家给我个面子。哎，好，让我做个东。哎，吃的都记在我账上。曹帮主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好吗？我同啊。掌柜的，请问一下，那个人是谁啊？你说他？对，李立是外地人，连他都不晓得，他是京城内有名的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绰号义薄云天，云飞扬大侠。云飞扬大侠？是啊，江湖甚短，云大侠乐于助人，行侠仗义，喜欢结交各路英雄，
如果你有事求助于他，他一定会出手相助。那我不客气。来，哎，掌柜的，麻烦你一只烧鸡。好，你稍等啊。于大侠，这不是话。我一时尚忘，你是哪一派的高祖啊？在下初来乍到，不料遇上小偷，被偷了盘缠。不闻大侠一向乐于助人，不知这回大侠能否帮小弟结账？您叫的鸡？你没有钱还叫鸡吃？你敢在这儿吃霸王餐，在我面前做那些卑鄙无耻下流的事情，你还求我？你们说对不对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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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碗阳春面就算在我账上，谢谢大侠，告辞了。嗯，慢点，你先别谢得太快。你叫的那只鸡，恐怕叫你自己付了。快来，回去。哼，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白吃。还不快滚！没办法。你装出不高兴也没用，谁敢闯出这么多祸来？你不要妄想可以多留几天，你还敢再闹啊你啊！红姨，好了，回家了。哼，哎呦，你又闯祸了你！小子，过来！哎。我又不认识你，你这么凶干嘛？你为什么用石头打我？哇，哎，衣服好漂亮呀、放手了，哎、好了，放手了。哎，小子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又轻薄我的女人，想找死啊？哎，从明的就放手，否则你就知道后果了。小子，我看你有多大本事，看我的本事。来，让我过来。不，哎，大爷，我的公子不过是个小孩子，你就算赢了他，也会被人家笑话的。想不到长这么大的个子，还要女人护着。你都不知道，那我也当个小孩子好了。我也想当小孩，让他护着我，护着我。大爷，您别为难我了啊！来，亲我一下。不行就不让你们走。好啊，那到那边去吧，那边人少一点，不会尴尬嘛啊！哎，好，来呀、啊！哎，还有我。大爷，哎呦，太好，开门！你事啊，不要让人家知道我在打你啊！快上！手摸一下，公子爷，我们进去坐坐嘛。好啊好啊，走。我们陈小姐，你知不知道为了你我在那边受了多大的屈辱啊？红姨，是你不准我动武才会弄成这样的。哎，我们走，走什么走啊？回客栈呢？我不要回去啊，我还要玩呢。试试看，再多说一句，你要是敢再多说一句，我就向老爷老老实实说出你的不是来。走、啊。喂，你这婆娘，人家公子是来找快活的，你怎么老是从中作梗啊？他找快活啊，也不会找你啊。闪开，闪开啊！我就是不闪开。哎呀，走了。哎，哪来的臭婆娘啊？竟敢来这里撒野！你们想干什么？你看你给我惹麻烦了，你走啊，你还不走？走！快点啊！哼。鸡毛掸，鸡毛掸，卖鸡毛掸啊！包子，热包子，卖的包子。小姐，你们要是不我肚子要是饿了，就别顾尊严了，来。过来呀、啊！来来来，吃，谢谢。小伙子，
就因为找师傅把你弄成这个样子。闯荡江湖不容易啊，江湖凶险难，以后要多小心了啊。前辈，我知道，谢谢。哎呦，喂，前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该不会这馒头有毒吧？不，是我昨天晚上吃的狗肉作怪呀。我要方便方便去，帮我看这个起步啊。我方便方便去啊。喂。不用谢了。想不到我杨玉乾沦为乞丐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擅闯老子的地盘，又想干什么？这街是你的吗？你这小子懂不懂政府规矩啊？我不懂。怎么样？不懂，老子打你！打！你！放开！放开啊！他抢你的地盘！哎呀，他能抢我的地盘？我就不会让他看着的，一场误会啊！去，走开！走！这个好啊！哎，这里，哎，等一下，上了。哎，这你先拿着。好。哇，红衣，这鞋好漂亮哦！哎，再穿好。小哥，是不是买鞋啊？哎呀，这双鞋真漂亮。多大的尺码啊？这么大。这些鞋啊，都是女孩子的鞋，尺码很小。小哥买鞋是不是送给心上人了？是。你把心上人脚的尺码告诉我好不好？已经说这么大了。哟，小太没预备呀。这个城里的姑娘哪有那么大脚的？大脚姑娘的鞋，小摊卖不出去啊！那个尺码呢？小摊没预备。哎，一双都没有啊？哎，男鞋大号的，一双。这双好不好？好吧，就这双了。红衣，这个样子的我都有了，还要干嘛？老板，还给你吧。我不要了。哎，别不高兴嘛。对不起啊。别走啊，来了。不要生气了嘛。好了呀。哎，你看那边那个布好漂亮啊。走，我们摆布去啊。来呀、啊。红姨，我要买鞋，你带我去哪里？哎，老板，我们摆布啊。不要。哎呀，如果你选好了布呢，我就做一双鞋送给你。来，快点选啦、啊。真的、哦。哇，这布好漂亮啊。随便看啊。哇，好漂亮啊。哎，你看这个小毯子。哎，您看，您摸，您看看啊，可以摸吗？能摸吗？哎，你摸摸看啊！哎，这稍等会儿，哎呦，您别这么弄嘛！你怎么把我的货弄成这个样子？你们两个这……好了，不要吵了啦！这块布我们买了嘛，我买这块布。我这是丝绸。不是布店，您要是买布呢，您上那边买去。这乡下人手还真粗。哎、你这么没礼貌，我揍你哦！别！你说什么？还打人呢？好了，乡下人不买了，还弄得这样凶啊！真是没王法了。你看，你在里面吗？我不在啊。哎，你不是说你不在吗？哼，干嘛这么小气呢？还在为那两个店的事情生气啊？我没有啊，从小到大，爹都把我当作是男孩子打扮，我又不知道绣花鞋没有我的尺码。我的手变得太粗，把丝绸弄破，这有什么稀奇吗？别生气了，你应该知道家规的嘛。红姨，我知道太极拳是不传外姓人的，传男不传女，对不对啊？你知道就好啦。你爹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他把你打扮成男孩子才能够传你太极拳呢。红姨，你明不明白，我毕竟是女孩子嘛，
我真的很想试试看女孩子的打扮啊，看我是漂亮还是丑。红姨知道你的心意，来，我买了礼物给你了。你以为我还是小孩子啊？买份礼物给我，我就开心了吗？哎，看一看嘛，怎么样？不要。哎呀，那就算了，我选的好辛苦才选了这一份的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哇，红姨，这是什么？你不合适，你不要看了啦！你说了不要的嘛！好漂亮啊，红姨，这是女装，你不是说了不要的吗？我试试看，可不可以啊？当然可以啦！可以啦，好啦，那么粗鲁，真是的。红姨，你说我穿起来会不会好看呢？你还没穿呢，我怎么知道好不好看啊？可是这衣服要怎么穿呢？这不是衣服，这是裙子。你不是说这是衣服吗？来来来，我帮你穿，我帮你穿。不是先穿这个，先穿那个了。哎，红姨，你赶快帮我穿嘛！哎呦，红姨，这件好漂亮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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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这是裙子，先穿上衣，别急。红姨，千万不要让我爹知道哦。坐山鞋坐了一晚上，累死我了，可以出来了啊！红姨，我还没准备好。怎么会呢？刚才不是帮你弄好了吗？我看我还是穿回男装好了。你怎么又穿回男装呢？你不是说要穿女装出去走走的吗？确实浪费我的时间呢。不要了，我还是不出去了吧。你不要这么闹啊！算了，把女装还给我吧，大家都不要去了。红姨，你别生气嘛。我当然生气了。所以说你走远一点，我出来就是了。古灵精怪的。红姨，我要出来喽，快点啊！